这一次呢，我在这整部剧当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贯穿的角色，因为我这个角色是整部剧当中就一直跑来跑去，就其实跟大家都有关系，就是常常冷眼旁观，置身度外，但是又很犀利的，其实在看透每一件事情。You, no manners， 外面叫烦你。哎，外墙来了 ，See you。拜拜。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只是它还是有困难的，就是如何在浮夸当中要留于深度，在深度当中要留于轻松，在轻松之中要留于个性。如果这部戏没有我的话，我就只能够说 I'm so sorry。 所以记得一定要好好的支持我们哦。